灯光，新偶像，新影响，新力量，激烈头条，年度新力量。恭喜恭喜蔡徐坤得奖！荣誉荣誉。有请两位，可以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大伟，谢谢，请您台下落座，纷纷请移步到话筒前。这个阿明马上就要过去了，所有的年轻的朋友都对自己的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期许，都会有一些愿望。坤坤，2018你还有什么样的心愿没有实现吗？他马上就要过去了。其实2018年也发了一些自己写的歌，自己的一些原创的音乐作品嘛，就是有一个小的心愿，就是还没能跟他们有一个个人的巡演，这样个人的演唱会这样。对对对，希望2019年提上日程。特别好，那今天现场有非常多坤坤的粉丝在，对不对？马上新年要到了，想不想听坤坤给你们新年的祝福？希望我的爱豆们在新的一年工作顺利，身体健康，都白白瘦瘦的。对，太实惠了这句话，白白瘦瘦的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坤坤，谢谢，谢谢坤坤，谢谢，谢谢。你看这个。